想要找到世上最懂我的那个人，哪怕需要用一辈子去等。也许这只是人心固执不懂事的天真，可人生啊，是不能回头的单程，没有剧本。师哥，你真不回来了？月子中心需要我，医院也需要你啊。小夏，我很关心儿童健康，但是孩子的健康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的父母是否真的健康。我希望你能明白，我现在的工作跟以前性质不同，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职业光荣感的。就照顾宝宝？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在我们这里，迎接新的生命，以及拥有第二个身份，成为父母，这很有意义。先先带宝妈们回房间吧。你这个样子会影响其他妈妈们的情绪的。优雅最痛苦的时候，我绝对没在她身边。我是她老公，我对不起她。这不正好赶上台风了吗？回不来也没办法呀。我就不应该走，我就不应该离开他。他都快生了八
现在最痛苦的人，应该是尤雅吧？你在这自怨自艾的有什么用？她当初尤雅怀孕的时候，你要能好好的珍惜她，你们好好的去沟通，还会有现在这些事吗？现在让她把身体养好才是最重要的。 其他的先别想了。你们看见我女儿了吗？ 郑浩南来了，他终于回来了。嗯，他陪床吗？会的，他这段时间一直住在这边。有他陪着尤雅也挺好的。你也去看看尤雅吧，不能一直躲下去，总还是要面对的。你什么时候离职啊？啊？你不是要回医院吗？ 我约了个专家号，我得走了。你怎么了？生什么病了？没有，去检查一下。你这个情况比较严重，双侧囊肿。 右边6厘米，左边8厘米，基本排除生理性囊肿。超过5厘米，我们一般建议手术，否则有低扭转，或因破裂导致急腹症的风险。你之前了解过，是家里有遗传吗？家里没有遗传，只是常常听到不生孩子有风险的这类说法。 提前做了功课，掌握了一些不利因素。啊，你也不要太悲观，大部分情况下，卵巢肿瘤也都是良性的。你没有孩子是吗？啊，既然这样，我们会以保留你的生育能力为主，提供治疗方案。不用保守治疗，可以给我安排手术，越快越好。即使做手术。 这个病的复发几率也是很高的。我建议手术之后尽快怀孕，半年之内怀孕最好。我不怀孕，我不生孩子的。嗯，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吧。
即使手术成功，这个病的复发几率还是很大的。尽快怀孕是最好的方法。 我一直对你有误解，给你跟萧炎带来了很大的困扰。我想为我那个那些之前愚蠢的行为，我想给你道个歉。即使你对我怎么样，真的无所谓。 知道，我伤害了优雅，我知道。收起你的那些所谓的男人的尊严，好好爱她，就像优雅爱你一样。 否则，你真的不配在他身边。我会的。 优雅，优雅，郭大夫，哎，优雅呢？不过优雅换到西边的房间了。为什么要换房间？这阳光最好了。 他说在这儿，全是他跟星星的回忆。你去医院怎么样啊？医生怎么说？没事。 要不下次我把聪聪带来陪陪你吧，他一直跟我念叨，说他想妈妈了。有没有跟你爸妈说一声啊？我一直还没告诉他们呢。 食欲不好啊，身体感觉怎么样？
挺好的。我知道你现在情绪不好，但有个好消息，你可以随便喝酒了。要不把聪聪接过来陪陪你吧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有什么需要叫我。我先走了啊。陈院长，你慢走哈，好好玩啊。哎呀，小宝贝，小宝贝，哎呀，我的小可怜啊，他们都走了。他们都走了，他们都不要你了。你这么小，这么可爱，他们怎么狠得下心呀？宝贝，哎呀，他们生了你，又不要你，又不管你，他们太自私了，是不是？不怕不怕啊，有我在呢，我对你好呀，是不是？我就是你的妈妈，叫妈妈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根据市场数据结合图片，对我们的母婴产品进行一个分析。陈总，图呢？陈总，这段你昨天不是已经展示过了吗？而且图片我们已经看过了，你忘了？我觉得没有必要重复了，直接跳过吧。好。刚刚真是谢谢你，帮我解围了。你的总结才是精华，看不看图的不重要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户外亲子活动还顺利吗？还好。你今晚有空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晚上要早点回去陪我女儿。好吧，真是个好妈妈。我妈花钱不是请你来睡觉的，你说的有道理。我也没想睡觉，就是你家这沙发太舒服了。我刚才我还做了个梦，我梦见我跟彤彤。你回去吧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对了，娇蕊啊，彤彤今天叫妈妈了。真的，叫了好几声呢。叫妈妈好不好？你
叫一声妈妈听听，好不好？叫妈妈，叫妈妈，妈妈，啊，看着妈妈，叫妈妈，啊。哎呀，我逗你呢。彤彤叫妈妈，怎么也得你在旁边的时候，她才能叫啊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说啊。你真得花时间多陪陪孩子，你看他这么小，你得跟他多沟通，你得建立感情，他才能叫你妈妈呀。你有病吧？你管得着吗？真是。这个月的工资不够，我再给你转账。焦蕊，走。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谈谈好吗？哎，优雅还怎么样了？好点吗？张浩南回来了，在月子中心陪他呢。这个事儿啊，你别太内疚了。谁都有运气不好的时候。再说了，都过去了，啊。我陪你出去散个心吧。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，在塞浦路斯，在那儿呢有一个小岛叫巴夫斯，据说啊，那里是爱神维纳斯的故乡。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没有理由。小月，小月，小月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啊？因为他还年轻。他完全可以再生。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，我保证我不会再指责你了，我什么都不会说，我只会等你。请尊重我的选择。我想请必要的客人离开这儿。为什么呀？他的孩子可能还没有脱离危险期，他们在这不安全，应该去医院观察。可是如果宝宝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会及时发现的呀。我想让他们离开这儿。为什么呀？人家可是签了合同的。毁约赔钱，我不想让他在这儿。我不想让尤雅看见他们。行了，萧炎，你控制一下。你到底想看热闹到什么时候啊？对不起，我这段时间很忙。我知道你要走，就是因为你要走了，所以你什么都不管了，是吗？不。我不走了。我已经拒绝主任了，我留下来。我真的很幸运，
我也庆幸自己选择了坚持。当初宝宝一定也感受到了我的力量，所以他能跟我一起坚持着。只要妈妈够勇敢，宝宝终究会挺过来的。大夫当时跟我说，就算宝宝活下来，也有可能身体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要花钱和精力，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。但是我觉得，那是一个小生命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一定会救他的，我不会放弃他。孟大夫，嗯，回去吧，别打扰人家休息。你的宝宝一定很健康吧？我的宝宝快上小学了。上小学了，为什么还在这儿？优雅，都会好的。一号房宝妈伤口愈合的如何呀？那边，莫大夫，有三个客户预约了肖总，现在大堂里等着。可肖总人不知道哪儿去了。他没在办公室吗？办公室没人，给他打电话也没有人接。我给他打一个。莫大夫，卫生局的人来检查，需要肖总出示相关证件，您能联系上肖总吗？好帅啊，是吧？对呀，我也好喜欢这种类型啊。真的好吃。嗯，主厨好。哦，对了，你们觉得这个月子餐味道怎么样啊？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挺好的呀，我们都觉得特别好吃。嗯，特别是颜色搭配上，反正我看着挺有胃口的。哦，那太好了哈。浇花送娇蕊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这几天一直没有时间和你吃饭。啊，没事儿，我会一直等着你的。那我先走了。是那个客户送你回来吧？啊，哎妈，明天下午你在家吧？我安排了新的阿姨来面试啊。什么阿姨啊？就是新的育儿嫂啊，我把李美娥给开了。你把，你不要人家小李了？为什么？哎，我问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妈，你小点声啊！烦他。你还烦他呢？你啊，不是，哎，人家任劳任怨的，尽心尽职的，哪做的不好呀？你，哎，你说不是？你得他越界了，因为比你这个亲妈还要负责任，对不对啊？哎呦天哪！你开掉一个保姆，你不是你能不能跟我打声招呼？你说你现在上哪儿找那么合适的人去啊？你知道找一个合适的保姆有多难？你，哎呦，我说你这个人，你怎么可？
想不想妈妈？想。妈妈，太紧了。妈妈不舒服。优雅，要不先把……妈妈才抱一分钟你就想跑，还说想妈妈，嗯？你来干什么？我回家，看你就来气，走开。肖总，这是我家，你堵在我家门口，麻烦你走开。你就不走开？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喝多了。你生气了？生气你都不敢发出来，盛开吧，白莲花。我叫物业了。没气。彤彤，睡着了。啊。干嘛？你欠我的，今天就要你还了。妈妈，嗯，妹妹呢？聪聪，到爸爸这儿来，爸爸给你看奥特曼，来。妹妹，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了。我现在就想去找妹妹玩。胡说，你哪儿都不许去，你只能待在妈妈身边，听到没有？妈妈现在只有你了，妈妈只有你了。我要喝酒，我家没酒。别逗了，你这么一个压抑本性的人，家里没酒，你不给我，我自己找。谁说要跟你喝了？谁说要跟你喝了？优雅的事情我听说了，这是个意外，你没有必要太自责了。不用你安慰我。我不是安慰你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是他的命。你一个连朋友都没有的人，还说什么命？人到最后都是要孤独的。那你要什么孩子呀？你要什么孩子呀？你要孩子有什么用？你根本就不喜欢孩子，你一个不爱孩子的人，你还要孩子？优雅那么爱孩子，她那么想要这个孩子，
那么期待，结果要承受这么大的痛苦，凭什么？不公平。彤彤呢？睡了。别让他听见，他真以为你不爱他。Hello， 颜值。Hello。你好，请进。收了吧，不吃了。怎么了？没有胃口啊？是换厨子了吗？你吃出来了。太难吃了，我差点没吐出来，这跟以前的比真的差远了。放这儿吧，一会儿我跟聪聪吃。聪聪不能吃，这种东西怎么能给孩子吃啊？万一吃出问题怎么办？这种水平不配当厨子。不是你吃怎么就有问题？人家都吃得好好的呀。啊，不是什么意思呀？啊，哦，难吃就难吃，什么时候还想吐？这不成心的呀？好了好了，别说了啊！不是怎么就别说了？哦，顾客就得惯着是吗？哎呀，你行了，你哪那么多废话呀？不是你吼我干嘛呀？我不是怕他恨我，我是怕他再也回不到从前。再也不快乐了。说的冠冕堂皇，不也都是为了你自己吗？你这种自私的人，会希望他快乐？你只是希望他一直傻不拉几的任由你摆布？你喝多了吧你？还朋友，拉倒吧！你就是想要个跟班的。你放屁！我说对了，不对！我不许你这么说优雅。你笑什么？眼瞎吗你？你别看我在哭嘛！我跟他说了不要孩子，不要孩子，他就不听。不要孩子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放心吧，人家悠远，韧性很强的。不是那种轻易就崩的人，虽然现在很煎熬，但终究会熬过去的。才认识他多久啊？我认识他时间是不长，但是我看人比你准。他目标清晰，生命力强悍，他对生活的热爱，对好好活下去的执念，比你，比我，都坚定。真的吗？
心。